哎呀，路上遇到一个小骆驼被铁丝网挂住了，操他妈的！哎呀，哎，看能不能把它救一下。铁丝网挂住了，来，我们来把它救出来。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这个大骆驼不要把人踢一下了，来！哎，这铁丝网真他妈害人了，我操！不要把我踢上一梯子了。来，你给我拍上点，拍上点，我把它救出来。铁丝网挂住了，这家伙，你看，啊，铁丝网挂住了，挂住了。嗯，来，你给我拍，我把它取开。咋拍？你给我拍，我现在就拍着呢，知道吧？你就拍这个过程，你拿上就对着我。